同学，大家好。你早年讲经时，常常提到三个根很重要，第一个《弟子规》，十善业道家。太上感应篇为什么要扎根？今天摆在我们面前，儒释道。离开了十善业道经，太上感应篇离开了弟子规，我们满意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今天整个世界乱了。为什么乱了？大家都在学儒释道，三个根的教育。不知道三个根是什么？那还学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只重视经典的文字的学习，文字是表面的。学三个根，十善业道经，会念，会讲，会背，一条也没做到。你认为？这样的学习管用吗？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把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在十善业道经。所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把它做到。所谓根呢，根是基础，根要是没有了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。十善业道在哪里？你有十善业道，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经本、讲经的笔记、经文，有的是这个。除这个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所以我们要的真想学的是佛的教诲，经文不仅能讲，要能做到神怎么做到？不再杀生了，进一步不再吃肉了，不但自己能做到，而且还能劝导别人，终生跟我。一条命啊！佛门弟子，无论你在哪一道，永远记住，不是杀害众生。为什么？学佛从哪里学习？找根呢，从不杀生做起。我还吃众生肉，想不通啊！我们从皈依三宝之后，就要把这个戒条认真彻底做到。第一条，不杀生。佛要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要做到一些事，一些处都不可以伤害众生。不杀众生肉，这就叫慈悲，这也叫受持，持善业道心。学佛，佛是大善人。你今天学佛，你是大善人学生，起心动念，不但不能轻视，傻。不看见杀生去，为什么？看到了难过，我要救众生，我怎么忍心看众生被杀害？不忍心，远远的离开。在此一天三餐，这三餐不忍吃众生肉，不愿意看到饭桌上还
还有郑先生，这是为什么？慈悲心出来，时间久了，60多年。休息的时间长了，十三只第一条，这一生才做到了养成习惯，不伤害众生，不是众生。众生在受到难的时候，看到了，一定去救他，求这个杀众生，众生，求他饶他一条活命。或者是买已经被杀的众生，跟你交换，这是一呀、啊，十善一，60年养成习惯，不但不少。现在不忍心看到，我有什么权利杀人？有什么权利杀害一切众生？还把这些被杀害的众生作为我的饮食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心里的多么痛心，多深的感受，所以。有舍身忘记自己，自自然然，他能够去救众生。有这个缘分。做一些好的素材，给你调换，劝导吃这么肉的人，劝他发慈悲心。救人一条命，胜造七级菩提。古人的话，古人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常常说是，久而久之。自然然能吃这条线，
修仙了，修身修真，行是行为，我们所有的造作都叫行。心里想，没去做意业的行为，你有这个意思。不要以为意我没啥的，你才一动心，阿赖耶识已经记录下来。如果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这下子多苦啊！念佛道上修行的人，是不是需要扎根？什么都需要扎根。你到菜园去看。看看蔬菜的生长是不是正常？扎根的一定正常，没有扎根的，它不正常。植物根重要。没有根，它不能生长。要扎根，基础的教育很重要。弘忍，一条龙的小学。那里面是真正的菩萨做榜样，给社会大众、人士参观。什么叫教育？什么是扎根教育？为什么要做下扎根教育？只有扎根的道场，才能成就国行国内的善行人士，或者我们说善行人才。才能看到效果，能发起信心。不做榜样，没人相信。所以我有机会有缘分组一个校团，请他们参观。参观完了之后，果然不一样。扎根是举起菜园里面种菜做比喻，菩萨要扎根的，扎菩萨的根。佛陀扎成佛的根，
看你，要扎哪一个根？你希望有什么成就？根是目标，扎根的教育。现在念佛道场都在看我看得很欢喜。学佛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扎根教育。在念佛道场，修行人人人在扎根，时时在扎根，处处是扎根。你要愿意试，愿意参观，我们有几个道场做成功了，你可以来参观，做详细比较，哪种教育你能够感到，哪些人需要扎根，然后回过头来。看看我自己，我自己要不要扎根？扎根之后，一根本修，根是实相，本是伦理道。我们认真跟着老师古圣先生教导来学习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很愿意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，把我一生的经验向大家做个报告。我现在还在学扎根，扎根多么重要！我也劝人